大家好，我叫 Stella，是一名专门帮助外国朋友学习汉语的老师。我有着多年的汉语教学经验，特别擅长帮助外国学生解决学习中的难题。我知道很多外国朋友在学习汉语时都会遇到发音、词汇记忆、语法理解等方面的困难，但别担心，这些问题我都有办法帮你们解决。我会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复杂的语言点。还会设计各种有趣的练习和互动活动，让你们在轻松愉快的对话中掌握汉语。我的教学强调实用性和学习目标，我会根据你们的学习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。无论是想通过 HSK 考试，还是想在生活工作中更好的运用汉语，我都能帮你们实现。如果你正在为汉语学习而苦恼，或者想要更快地提高汉语水平，那么请加入我的课堂吧。我已经帮助很多外国学生成功克服了学习难题，实现了他们的学习目标。期待我们在汉语的世界里相遇，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。感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